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非常私心的一个消息。在昨天的捧台首尔演唱会，成谷粉丝控的样子让全世界的网友们都心动了。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上传的影片，成谷看到我准备的给我手 kiss 后，真的为我手 kiss 了。成谷看到我的要求后，为我做了手爱心。 看到粉丝想要送玫瑰花后做丢给我动作的成谷，记得向粉丝们致敬的成谷。然后在昨天演唱会开始之前，因为男性粉丝接受 NBC 新闻台采访的内容，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只有我预约成功了，您太太今天没能来吗？没有让给她吗？这是所属公司海捕的政策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太好笑了，再怎么是老婆也不能让步。夫妻一起追星真的好羡慕，但是捧台演唱会票不能转让也不会让步。隐隐看起来有点高兴的样子，非常好笑。对，仔细看的话，这丈夫的眼睛是在微笑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3月份 K-pop 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30位，谢谢。 29位 Weekly。 28位 FX， 27位 Lady Squad， 26位 La Boom， 25位 Dreamcatcher。 24位 Taiya， 23位 Itzy， 22位 Camila， 21位 EXID， 20位 Momoland。 19位 Rocket Punch， 18位 Signature， 17位 Brave Girls， 16位 Kepler， 15位 Birthday。 14位 이달의소녀， 13位 에이프리， 12位 우주소녀， 11位 프로미스나잇， 10位 아이브， 9位 마마무， 8位 스테이시， 7位 에스파， 6位 오마이걸， 5位 레드벨벳， 4位 TWICE， 3位 소녀시대， 2位 A-PINK， 3月女团排行一位是 BLACKPINK，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公开、全域、选定、海外行程、时尚、模特。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67.89%。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